观察胶带。大家好啊！咦，豆豆的脚被粘住了呢。高高也被粘住了。我的手啊！乌巴，哈哈哈！看来乌巴以为朋友们在玩耍呢。乌巴，大家还好吗？乌巴，哇，逃脱成功！不过伙伴们，这是什么呢？我豆豆，看来豆豆想到好主意了。啊，原来是想利用这个粘性将破碎的飞机修好啊。这真是个好主意。高木，你好啊，你今天观察了什么呢？啊，原来是观察了胶带啊。 Sticky tip 胶带，你观察完胶带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好好奇，好好奇呀、啊！胶带是有粘性的， sticking 有粘性的。胶带是一圈一圈被卷起来的， roll up 卷起来的。胶带可以把东西固定住， be fixed 被固定。哇，一定很有趣。高木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观察汽车。大家好啊！哇，好多玩具啊！五宝。你是想来一场汽车竞速比赛吗？高摸选手和豆豆选手已经在起点就位了。本次汽车竞速大赛的获胜者究竟会是谁呢？他们出发了，领先的是豆豆选手，高摸选手紧追其后。过了弯道就是直线区了，高木选手快超了！
前方出现了跳台。你追我赶，两位选手的竞争非常激烈。可以看到终点了。豆豆选手启动了助推器。高墨选手也启动了助推器。获胜的是，到底是谁赢了呢？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慢镜头回放吧。哇，是高墨率先冲过了终点，获胜者是高墨。高墨，恭喜你啊！豆豆，你也很棒。高墨，你好啊，你今天观察了什么呢？Car， 汽车。你在观察完汽车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好好奇，好好奇啊！汽车有轮子 ，wheel， 车轮。汽车可以乘坐 ，ride， 乘坐。汽车的速度很快 ，fast， 快的。哇，一定很有趣。高墨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观察吸尘器。大家好啊。这是什么？它发出了很神奇的声音啊。豆豆，我们用万能按钮来启动一下吧。哇，把灰尘都吸进去了。好吵，好酷啊。是个小洞穴，再启动一次吧。洞穴正在吸着灰尘呢。我好像听到有什么东西炸掉了。大家小心啊！居然炸掉了，大家都还好吗？哎呀，乌巴被卡得好紧啊！高墨，你好啊，你今天观察了什么呢？Vacuum cleaner， 吸尘器。你观察完吸尘器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好好奇，好好奇呀！吸尘器会发出声响。
make a sound， 发出声音。吸尘器能够将灰尘吸进去，吸。吸尘器能够储存灰尘 ，store， 存放。哇，一定很有趣。大木，下一次的见面也好期待，好期待呀！观察香蕉。大家好啊。没事吧？伙伴们，这会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观察的会是什么呢？长得又圆又长，啊，还有些弯。难道是弯月？有好多长长的东西排列在一起呢，看着好熟悉呀！啊，香蕉 ，banana， 香蕉。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！原来是把脸埋进香蕉啊！高摸，我们一起给香蕉上色吧。不对，香蕉不是蓝色的。也不是粉色的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没错，香蕉皮是黄色，里面的果肉是白色的 ，yellow， 黄色。香蕉会是什么味道呢？不对，香蕉不是苦的。对，香蕉也不是酸的。答对了，香蕉是甜的 ，sweet， 甜的。哇，香蕉皮成了滑滑的滑梯呢。豆豆也能做到吗？大家还好吗？这是在做什么？给香蕉装上了翅膀呢。哇，做出了帅气的香蕉飞机呢。伙伴们，我们一起做香蕉飞机吧。哇，飞起来了，真的好棒啊。下次的见面也好期待，好期待呀。